年轻的肉体在这儿不好吧？我觉得我们需要谈谈。谈什么？我们都在一起一周了，我们不仅在工作场合保持距离，私底下也没什么见面的时间。我的意思是，虽然我们在一起了，但也没必要天天黏在一块儿。为什么？是我哪里做得不够好吗？我可以改啊。我只希望你能多喜欢我一点，哪怕生活中利用我、喜欢我都行。你有什么可以被利用的？年轻的肉体在这儿不好吧？你看你说的好像甘愿做牛做马似的，还不是把衣服扣起来吧，别着凉了。妈呀，麦童，你这撩了又不负责。你那个穆婷婷一来你就围着她转了。婷婷毕竟是我的好朋友，人家来了我总得尽可能的照顾一下呀。那我还是你男朋友呢。好啦，你是成年人了，成熟一点，别老犯小孩子脾气。我哪里有犯小孩子脾气啊？准备好了吗？啊，马上。晚上回家呢注意安全。嗯，走了。嗯，我之前展现的不是男人的魅力吗？可恶的穆婷婷，你这个大魔王！你说我和麦子配吗？居然问我你俩配吗？你俩简直绝配啊，俊男和美女的组合永远在我心里第一名，造型师和小模特的组合那简直是网络文学照进了现实啊。若要我给你们打分，我定会给你们打99分，留下一分鼓励你们多发糖啊，不然粉丝啊会爬墙。有你这句话就够了。我陈一春今天起重新做人。